4月16日，法国某皮具品牌店一周年诞辰庆典在京举行。因致青春软管一角而为广大观众熟知的女星江疏影，携该品牌全球限量版针织灰彩色新小牛皮带，优雅亮相，秒杀众多飞领。近日有消息称，著名演员江山与江疏影是母女关系，有消息称江疏影是江山的侄女。仔细看两人的照片，眉宇间还真有相似之处，同样的脸型，同样有一双会笑的眼睛，难不成两人真的有亲戚关系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亲戚关系。就但我知道有这个新闻，就可能说我是江山老师的女儿，但其实没有，江山老师我是。只是在大荧幕就是电视上有看到，就但是没有，我跟他没有亲戚关系。对，因为我笑起来眼睛也是有点这样弯弯的，然后江山老师笑起来也是有点弯，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我可能跟他会有一些亲戚关系。江疏影表示自己看过很多江山老师的作品，非常欣赏他的演技，希望日后在影视作品中能与江山老师饰演母女。会啊，会啊，演个戏什么的，演个母女。对，可能是在日后的作品里面可能会有机会扮演母女。无端的就多了一个妈妈，不知道出场走红滋味的江疏影有没有困扰呢？困扰挺好的呀。我要是我妈妈这么会演戏，我觉得我演戏也不会，应该会很好。也是，对于这样无伤大雅的话题新闻，无形中增加自己的话题性和知名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